大家好，我是解渴三千，这是王姓贵妇的感恩节大餐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，忍不住要自己称赞一下。对，不得了了，忍不住自己觉得哇，不得了。蟹黄狮子头。这个是春卷，这是春卷，哦，你还有炸春卷。啤酒啊？对啊，刚才那个板栗烧鸡也是用啤酒煮的。啊，开锅！哇！台湾是5小的还是4小的？板栗鸡。